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。今天上午，国家公祭仪式在这里举行。今年是设立国家公祭日的第七个年头，部队官兵和社会各界代表一道共同参加国家公祭仪式，共同缅怀遇难同胞，铭记那段惨痛的历史。公祭仪式现场，国旗下半旗，3000余名各界代表胸前佩戴白花，静静肃立。警报鸣响，全场向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默哀。伴随沉重的钟声，3000支和平鸽展翅高飞，寄托对死难者的深切哀思和对共筑和平、圆梦中华的期许。今天参加这个活动，感觉心情很沉重，内心也深受触动，也让我深刻认识到了这种落后就要挨打、弱国无国防的道理，也是提醒我们部队官兵要时刻不忘初心使命，努力提升打赢本领，自觉肩负起保卫人民美好生活的神圣使命。城之上，国运有伤，正此时警钟长鸣。今天大江南北的座座军营和演训场也同步拉响防空警报，为罹难同胞默哀，也提醒着官兵要勿忘国耻，居安思危。对我们军人来说，这是时刻准备打仗、保卫和平的警钟，我们更要牢记历史，增强忧患意识，苦练杀敌本领，把爱国情怀化作备战打仗的实际行动。虽然那段屈辱的历史已经离我们远去，但是南京大屠杀是我们每名中华儿女心中抹不去的悲痛。在和平年代里，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，我们一定会坚定理想信念，练就过硬本领，随时做好上一线打头阵的战斗准备。在雪山的宣誓，既是我们向先辈的承诺，也是我们向祖国和人民的承诺。请祖国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守护好每一寸土地。各部队还通过组织观看纪录片、网络祭奠等多种形式的活动，引导官兵铭记苦难历史，投身强军实践。革命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和平生活，我们应该倍加珍惜。作为新时代的革命军人，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好先辈遗志，苦练杀敌本领，为强军兴军贡献自己的力量。回忆历史，不只是为了重拾曾经的苦难，更是为了继承和发扬那个年代革命先烈的精神气质。我们更应该将那段悲痛的历史化为练兵备战的强大动力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安享和平是人民之福，保卫和平是人民军队之责。官兵们以战斗的姿态，把历史的悲痛化为练兵备战、攻坚克难的不竭动力，以过硬本领捍卫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和平。现在我们的国防强大了，装备先进了，但是老一辈英勇顽强的精神不能丢，只有将自己的本领练过硬了，才能捍卫祖国的和平。我们具有热爱和平、维护和平的使命和职责，同时我们也有听党指挥、能打胜仗的觉悟和勇气。在海外维和一线，官兵结合使命任务，寄托哀思，激发斗志，坚定维护世界和平的信心和决心。和平啊，来之不易，作为中国维和军人，我们一定会继承烈士遗志，练强本领，牢记使命初心，为维护和平做出自己的贡献。